玩游戏，玩游戏，新型的文字游戏啊，幼稚加一笔，写出十个奖励一千。玩游戏，玩游戏，赢大奖。玩游戏，赢大奖。大哥，你在这边干嘛？摆摊玩游戏。这什么游戏啊？这个是幼稚加一笔，如果写对十个，奖励一千元。幼稚不是加两笔吗？嘿，哎呦，口误，瞧我这记性。来来来，大哥坐下来，我好好跟您解释一下，这是这个我们的新型玩法，又能赚钱又好玩。只要这个幼稚你加上两笔，能写出十个。这么好赚？对，奖励一千块。奖励一千块。你这不会是骗人的吧？大哥，我在这条街上已经摆了十多年了，经常有人中奖，放心玩好不好？你可不要骗我，不要以为我没有读书。不会不会，大哥，来，要不要玩一把？你这太好赚了。那行吧，那来一把吗？来来来来。哎，等等等等，这个玩一把要一百块。一百块啊？对对对对对，一百块奖励一千块，等于我赚了900块是吗？对对对对对，挺划算的。那绝对划算，这是好机会。来，那玩一把吧，这是我一个月的伙食费啊。可以，那我来比个你。来，好，你可以开始写，没事。哎呦，大哥很厉害啊。300了，有，很有的有。这几个呢？五个了啊，还有五个，怎么样？还有五个，三个亿，时间到了。哎呀，写不出来就来。那你看，大哥，我写了五个，你这十个奖励一千块，我写了五个，你给我500，对不对？你看这个思路很清晰吧？你是觉得我智商有问题是不是？我这不说了，写出十个才有奖励吗？我已经写了五个了，我的要求是十个啊。哎呀，走吧，写不出来就回去好好查点字典，再过来。等，那我理你。走吧，别影响我生意，快点！你这个是骗人的吧？我怎么又骗你了？这100块钱可是我一个月的伙食费啊！这一个月怎么过？回去好好搬砖，顺便看看字典，再过来啊！我还会再来的。好，等你，你这个智商，有多少钱都能输给我？玩游戏啊！玩游戏的朋友吗？玩游戏，新型游戏啊！幼稚加两笔，写出十个。哎，同学来，我们玩游戏。幼稚加两笔，是啊，写出十个新的汉字，奖励一千元。你有没有钱啊？哎，你这还给我写出五个了耶！哎，不对，这是前面那个大哥，我找一下那个。你这个告诉我哈，已经忘记没有？忘记了。那好，给我吧，我来写。哎，你有没有钱啊，同学？我个小学生哪有那么多钱啊？没钱，你没钱，那不能玩，就100块钱，餐饮费。没有那么多钱。那你这个什么？我只有300。有300啊？不然你那个300都给我，300给我的话，你写出十个，我给你3000块，怎么样？还挺划算的。来，我一个月的生活费。哎呀，来写吧，
写十个柚子哈，加两笔啊。写的这么快啊，你这个。哎呦，这么厉害啊，写这么快。那是必须的。要写不出来，写不出来，写不出来。等一下，你不是写什么是吧？你写不出来，写不出，写不出，写不出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十个了，我写出来了，给钱吧。给死！同学，你这也能写出来？赶紧给钱。那我这边我只有1500。不行不行不行，你不是说翻倍吗？我给了你300了，我刚刚。哎呀，我没有，我字写错了，要写20个才有奖。你蒙谁呢？不会看我小学生蒙我吧？你这明明写着又字加两笔，写出10个，看见没？10个新的汉字，奖励1000元。我刚刚给了你300对吧？然后你说翻倍就是3000，给我吧。哎呦我去！干嘛？回来！还想跑？你跑哪去？你别这样！你看大哥也穿着破破烂烂的，我家里还有70岁老母要养，你这次就这个我8000块钱还你，你这次放过大哥，看行不行？不行，有钱就拿钱，没钱就转账，赶紧的，快点！这一点也不够，转账快点！那行吧，你拿手机。什么人啊，怎么碰到一个骗子啊，害我白白多花了200块钱。